6月7号了，我请了那个健全来帮妈妈做，现在已经做完了，现在他教我怎么样摆位。OK， 好。第一个位置。第一个位置是这个地方。哎。他妈不要靠过去，但是可是这个时候哈，哎，他身体会有点旋我这一边。是。那我们这边上半身哈，哎，再把它放垫一个小东西。是。没有毛巾。垫一个小东西。小枕头。哎，这个可以吗？看一下。OK。等于是说他的整个是扭旋，你也给他反扭旋就对了。嗯哼。那他身体对吧，往你把他矫正，我身体也跟着反过来了。嗯哼。而且他反过来把他顶回去，让他反而是这样变这样子。嗯哼。所以一个是力量往这边推，一个力量往这边推，有没有？他现在是这样子嘛。嗯嗯。哦，他这样子，哎，我推回来这边更多，把他绑回来一点。嗯哼。就这样子。嗯哼。好，不然你这边把他拉回来的时候，他本来是躺这样子，脚这样子，嗯，你一拉回来，他身体跟着翻，嗯哼，那这样就没有意义啦，嗯哼哼，啊，所以我身体也是把它推回来一点，嗯哼，他就扭回来，嗯 哼，所以这两个点要垫，所以那肩膀垫一下，啊、哦，这样就，然后再盖一下那个毛巾，是，那不用说一次就要把它摆得很正啊，是，因为他现在扭得很大，你就是像你刚才讲的、嗯，我们一点点一点点，那。发现它可以再推进去，我们再就是我在那边先把它摆脚摆正，对不对？嗯哼。身体哈、哦，你稍微拉进来推一下，哎，下次好像又可以推进去，我们再推进去。嗯哼哼。啊，不要说一下就要扭，就是说它反而差一个是这边一个这边，嗯哼，一次就要这样子，它会很撑不住。嗯哼。哦，一次你就一点点回来，一点点回来，一点点回来。嗯哼哼。所以这边先摆正了，脚是正的，对不对？嗯哼。这边。拉一点点放进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嗯哼，下次你觉得可以拉更多，再塞进去一点。嗯哼，那慢慢的，它两边都正的时候就比较好了。健全，刚这个是正躺的时候，如果是侧躺的时候该怎么样调？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？侧躺的时候，对对，如果现在侧，哦。对，所以只能正常的时候来做这个东西。因为它现在是这样子整个扭啊，你侧躺下去的时候，它后面。都靠不到东西啊，对，对你现在侧躺靠不到，对，侧躺的话他身体是这边，那你要填也可以啊，要很大，而且没有支撑力，因为这边等于是我要有这边有个东西往这边推，对，我们侧躺就是要给他推过去啊，可是你要在这边加一个东西把它顶过去才有可能啊，你在船跟他的背是一个是成这样，你怎么去推他了？是你一定要是从这边才有力量推嘛，是成这样子才能推嘛，嗯，他现在身体会成这样的，嗯哼，你要把它顶上去 ，OK， 那你要顶墙壁啊 ，OK， 那、啊、你在床这边怎么去顶它？是，啊，所以侧躺你就在现有的环境里不好顶了、啊，好，就现有的环境是正躺给它处理就好了，侧躺你没办法，你那个力量不够，它那个回来力量一定把它都撑倒了。是的，对。然后就那个做完一定要把它那个，嗯，那个护栏都要弄好。OK。啊，另外一边给你弄好吗？好。林浩哥，我可以照到你的脸吗？因为我在做录影。OK 哈。我这个拿下。不用，你。哎。嗯。今天多了一位林二哥来，是啊、林健全的二哥，对，那他也是按摩师，所以啊、因为健全呢，他只有一个礼拜只能过来一次，所以呢，我请那个健全介绍他二哥来帮忙，所以以后也会请。二哥来帮我妈妈做按摩，这样。啊，你先弄好，然后我放开。妈妈已经做完了，累了。啊，妈妈已经休息了。另外一边我也弄不起来，就这边我一直都弄不起来。嗯。